要多久啊？等我一下，我快好了。你到底在干嘛？我快尿出来了。我在帮我女朋友搓背啊，等一下。搓背一个小时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三度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当然有啊。哦、真的假的？我还有五个哎、欸。哪有五个？正宫、王妃、小妾、女仆，这未成年。决斗！呀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居然打我女朋友！呀！哎、欸，三度，你女朋友嘞？她在睡觉。三度，你干嘛一直抠你屁耶、欸？哦，我女朋友在挑逗我啊！三度，你在干嘛？哦，他说他想要。嗯，三度，我们要出门，你还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帮我女朋友化妆。哦，我在帮她画画眼影。哎，三度，那你以后交女朋友怎么办？一定要让正宫来鉴定一下的啊！你竟然狗心机我女！